哎，我有跟你们说过吗？我以前就是因为你们很厉害，别人以为我也不错，然后写课本，国中课本，然后生物科技里面食品的部分，我想说反正就教普通生嘛，我就教他们判断东西坏掉了。我有跟你讲过这个吗？我就写，如果东西就是变酸、变臭、变滑、变黏，大概就是细菌长的状况，就生它的把它化掉。我想啊，我这样写的不对啊。你们知道吗？有时候你吃水果，为什么外面如果变滑变黏呢？大概就是长细菌。那要不要丢掉？就看你自己了，看你自己了。你如果肠胃道很虚弱，为什么你就把它丢了？但再不然就相信我的胃酸，你就把它吃下去。哎，有人会拉肚子，有人不会啊。你知道我在讲什么？对，你就自己判断了，看你会不会觉得好可惜，还是你觉得说什么可惜？吃下去我拉肚子，我才可惜。随便你啊，其实没有关系。那当然最好是赶快。妈妈很辛苦帮你弄了，就赶快把它吃掉就是了，不要放着等它坏，然后要到底要不要丢，很烦嘛，吃掉就没事了。但只是我就是在想，哎，我这句话哪里也不对。基本上东西好好的，那个变酸变臭，你一定觉得它坏掉，这个应该没问题。可是变滑变黏比较少人知道，其实变滑变黏其实也就是细菌在上面滋长，很容易就会有这种质感的改变出现。纳豆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例子。